Anime 咖啡在结束了偶像大师闪耀色彩的主题后换装完毕，准备迎接另一批普罗丢撒，国内运营多年的老牌乙女手游恋与制作人主题现已开始。五位超能力男主角化身船长水手，航程中意外驶入的未知海域，伴随风暴而来的船只，老旧甲板传来的脚步声，水雾弥漫，危险的海风带来了熟悉的气息，穿越风浪与他奔赴无边汪洋。以上就是这次主题的官方开场独白，店内装饰已经全部换成了许墨、周奇洛、李泽言、白起、凌霄的全新装扮，与海关系密切，却不是泳装的华丽 cosplay。 这次主题也同样安排了留言板，不要害羞，把自己想爱的或者想谁爱谁的思绪都留在店里寻找同好吧，这可是个不错的宣泄窗口，想要扩列的话还是面对面再真诚些的好。本次恋与制作人主题咖啡也同样采用了 B 站购买预约票语，现场要少量空位拿取整理券随缘入座的模式。鉴于预约券除了抵扣餐费，还有额外预约特点可以拿，最好还是和小伙伴提前规划行程比较好。无论主食甜品还是饮料印花饮料，每份都能获得特点杯垫一个，消费满150元可以获得 Q 版人形立牌抽奖券与国服游戏礼包兑换卡各一份，消费满200可得透卡一张全5种，消费满300元可得瓶装亚克力一枚全15种，这是预约特点全10种。然后就是各类限定周边，种类丰富闪亮登场。